先做五个 burpees， 四、三。我去拿拖把了，我太虚了，我好像不太厉害了。首先我必须得承认，因为这个疫情已经大概一个月了吧，然后这一个月的健身房是完全没有收入的，对于很多就是租金比较高的健身房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全年等于营业额的十分之一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如果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积极，我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呢，如果大家在这次疫情里养成了这个看视频上课并且愿意付费的这种习惯，那你这东西的照他们咱们来了爸爸爆发之前呢，其实每天都会做一些运动，因为我生完孩子就基数比较大，然后就还会对自己有一些要求。但是呢，疫情期间的所有的健身房是不能去了，然后也不能出门。那就别吃东西了，你干脆就饿死算了。因为外面病毒多，然后会传染的嘛。